那么今天我一会儿给大家弹一个流水啊，这首曲子呢来自于一个故事，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，这是家喻户晓了。是俞伯牙和钟子期啊，这个两位知音的故事。那么伯牙遇到子期啊，给子期抚琴，那么抚流水的时候，抚高山的时候，子期说：“巍巍乎，志在高山。”啊，然后伯牙又抚了一曲流水，子期说：“洋洋乎，志在流水。”啊，那么这个里头可以说，从音乐里头，他听到了伯牙的心，伯牙的心向、志向啊，所以一个志，志在流水，志在高山，心上面一个士啊，这是这个志的一个意。所以，好，我现在就给大家弹流水啊，那个希望大家喜欢。
高山流水觅知音，大家说好不好听？我知道杨老师呢，在古琴方面造诣很深，他从12岁的时候就练习古琴。那么我非常喜欢一首曲子，我想现场请杨老师给我们弹奏一小段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古琴的另外的一种韵味。就是阮籍的酒狂。好的，好吗，杨老师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再来聆听一下酒狂的那种气势。好，谢谢杨先生。谢谢一曲酒狂让我们如痴如醉，再次掌声感谢杨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视听盛宴。谢谢。